老婆呀，听说今年实行那个鱼尾袜，我给你买了几双，穿上试试，一定漂亮。二位了哦，鱼尾袜，嘿，不行，我也得买一双去。啊，老公，咋了媳妇？老公，我刚才听到那个外面开车那个人说今年流行的是什么？渔网袜，我也想要一双。不是，那渔网袜得多少钱呀？那不得好几百呀？你老公这种地的哪有那么多钱买？给不给我买啊？我想要。有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整一个。哦，把腿抬上来。哎，啊，谁给你弄的呀？咋这么好看呢？我老公给我设计的。哎呦妈，你老公对你真好。那可不，走，快接球。姐姐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好大的雨啊！哎，停！快点，正准备雨！哎呀，哎呀，咋下这么大？你说吧。呜呀！啊，哎，天儿，哎，我发现这比刚才渔网袜好看多了。啊，对呀，这样想要不让你老公也给我设计一条黑丝袜呗？不，能处不能？哎呀，我这大卖铺今天第一天开张，我一定可以在这个小区干出一番大事业。美女买啥自己选。快扫码吧，过去了啊。好，呼哟，哎呀，美女干啥呢？你这是贵贵面，贵贵面，贵贵才好吃的嘛。啊，哎呀，还有这么一说呀，今天第一天开业就遇到这么个奇葩。哎，小伙子要啥自己挑。多少钱，老板？四块。四块啊。嗯，扫码啊。哎，过去。哎，过来了。呜哟，哎，小伙子，你摇啥呢？你猪脑子呀，烧脑烧脑，脑袋烧起来才好嘛，真是。啊，走了啊。哎呀，这烧脑饮料原来是这么解释。哎呀，又一个奇葩。要啥自己挑。哎，哎，这不错，忙忙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六块。嗯，扫码啊。嗯，好。过去了。哎，忙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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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忙。咋了，大叔？你这是？
我就多做问问，叫多了不是更好吃点呀？连这都不懂，蹦啊你！哎呀，还有这么个解释呀？哎呀，这小区人咋了？怎么一个个跟神经病一样？我开错地方了吧？哎，老板，新开的？哎，新先生，让他自己选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两块。过去了啊。嗯。啊！哎呀！哎，姑娘，你笑啥呀？这不是娃哈哈，不得哈哈哈哈！又一个神经病！我这是不是风水不对呀？哎呀，还行，我得找算命大师看一看。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，我回家了。给我擦点水，媳妇儿。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？剧组加班。老娘等了你一晚上。不是，那剧组加班我也有办法呀。公司那么多人，为啥只喊你加班？你这不知道，那导演看我这气质，佛演大熊猫，非让我演大熊猫，结果我演不了，就让我瞪着眼珠子一直在那熬了几个小时，你看把我眼睛给熬的都是熊猫眼了。你这兜里怎么鼓鼓的？昨天我给了你两块钱，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啊，以前怎么没有加班费？这次不是导演看我熊猫眼熬得比较严重嘛，给我点钱补营养费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这样吧，咱俩玩个成语接龙。哦，答对了，给你涨零花钱。就涨10块。加一个。好，来。我想想啊，有容，奶大，胸有，大志，上姐，人义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能不能说点难的？这太简单了。好，你等着。四面八方，花蕾，这样。乘风，七上八下，保全，放水，一马，当先，老马。一会儿的自摸白板赢了50。合着你这是打麻将赢的钱呀？啊，我的天，冲攻，你居然套路我，你加法。哎呀，媳妇太逗了。冰箱白头90度。啊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媳妇儿。西瓜卖西瓜，又解暑又解渴的大西瓜，自己家种的，又大又甜。西瓜，哎，美女。这西瓜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嗯，绝对好吃，一口甜。你这一口甜怎么卖呀？1块。一块？嗯，这么便宜。对，很便宜。那我来一个一口甜。好。1块钱，对，一口甜嘛，1块，像咱们吃牛肉一样，一口咸。给你钱。哎，好嘞。看来，西瓜大西瓜，自己家种的，水淡。自己家种的。老板，又来了呀，姑娘。还是来一口甜。好。
来。啊，行。呜。啊。哎，不对，怎么才1块钱呀？不是一口钱吗？啊，一口1块钱，我这也没咽呢。不是你这嘴里就塞了我半个西瓜呢。哎呀，你是啥鱼吧你？走了，老板，明天还要来。哎，明天别来了。这什么人呀，嘴里塞了我半个西瓜，我这不赔钱了吗？我大西瓜，老板，我来了。